会台中飞扬，我请代表272万的台中市民，欢迎所有赏灯的朋友，所有来自全台湾、全世界来参加今年的羊年灯会的贵宾，大家羊年行大运。台中市是今年羊年灯会的承办城市，我们也能充分把握这一次机会，希望能够来行销台中，行销中台湾。那么这一次的灯会，在所有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以及赞助单位，甚至来自10个城市国家的一个参展，提供了非常可以说五彩缤纷的元宵的一个灯会，所有的这些设计的花灯有3项创造历史。在这一次的灯会里面，我们特别感到高兴跟感谢。第一个，我们创造的纪录是有台湾自办灯会以来最高的主灯，吉祥纳百福23.4公尺，待会即将与大家来见面。第二个，我们创造的纪录是有1+3、4个展览的灯区，除了我们在高铁乌日站的主灯区，还有3个副灯区，在台中市的丰原、台中公园以及大里文创聚落。那么4个灯区所能。